现在咱们来到啊，就是威海天鹅湖这面的一个宗室合院啊。这前面是黑松林，这面就是前面沙滩和大海。后边呢，它的配套啊，有一个五星级的一个酒店啊，包括家家悦超市，包括这个三医院的一个门诊部啊，加上蓝城自己的一个医疗体系啊，像娱乐学院呢，还有这个老年大学，包括而且小区它配套了一个幼儿园。那个自己的配套就是这种康养配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。它这个这是一个整体一个沙盘，它这里边有124平的，有双层193平的，还有118平的，102平的就剩一个样板间了。一会儿呢，我带大家到这个它这样板间去给大家再拍一拍它这个样板间，合院样板间的124平的，再给大家再拍一拍。现在跟我到样板间吧。现在拍的这个是124的一个样板间，门口这个原来这两天下大雪，这个是咱自己的车位，这是一个入户门，这一个进来是一个玄关，再往里走这一个风雨连廊，这是主卧，前面这个月亮门进去，前面还有个小院，但这边下雪，这两天这威海不下大雪吗？但是这个房子也没有多少，没有多少房源了。这边是一个小院，这个院子呢是135平左右，啊，它这个旁边呢还有一块小院。这个是房子的正面，正面这是一个客厅加餐厅，一个大横厅，这是。哎，这两天这威海这大雪太大了，这后边是空气能，就是这个热水器，加上中央空调。它这个房子是精装修的，包括它这个里边的中央空调啊，都是装好的，除了这些可移动的都是没有的，剩下都是带着的。这一进来一个挑高的客厅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一个挑高的客厅啊，这是7米9啊，一个大横厅，7米9乘4米4的一个横厅。这是前面自己的院子，这个就是3室2厅2卫的。家里呢人口多呢，这个完全像这个做成了一个书房，完全可以做成一个小卧室。这边是餐厅，里面这边是一个厨房，这是客厅，前面自己家的院子，非常非常亮的一个挑高的客厅。里边走呢就是两个卧室，这是中间的一个天井，就是有利于这个房子的通风和采光，因为这个有北向一个小卧室嘛。这是卫生间啊，卫生间的这个里边除了这个洗衣机不带着，剩下这些就是全都带着的，它因为它是精装修的，而且这个房子啊就是装修的质量确实非常非常好，我之前拍过，这个有粉丝啊非让我再过来再给拍一遍，今天再过来拍。我这边呢啊也有窗，也都是通透的。这个是南向的主卧，主卧里边呢，这是主卧带的卫生间，啊，这都是胶方标准。这个胶方标准呢，除了这个床是没有的哈，还有这个柜子没有的，是剩下都是带着的。这是主卧前面的一个小院，我就不推开了，啊，那边一个月亮门。这个房子现在是现房，就是现在可以就是直接这个可以这个入住的现房。哎，这个房子其实就这个院是太漂亮，和这个大横厅，挑高的大横厅是真漂亮，挺舒服的。这个现在都已经是现房了，但是就是房源没有那么多了。下一期呢，我给大家再更新，还有118平的，还有这个193平的，还有一个，102平，就剩一个样板间了，我要挨个给大家再重新拍一遍，这个房子呢，就是说地暖呐、天然气啊，而且是70年产权的，这个房子还是比较不错的，而且是现房，现在这种大环境啊，这个现房还是比较靠谱的。
这是小院。好，下期我给大家再更新一百九十三平了。